我就是在网上看到招募，我当年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给那个香港无线电视台服务，做现场的导播记者，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段岁月非常有意义，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难忘。觉得这次我们家乡也有这样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服务贡献，和自己也重温那种体育运动健儿在赛场上为了挑战人体的极限做那种拼搏的那个精神，其实特别鼓舞人心的，我好想再体会一下。